还是想要请你斗三工去考卷考点分，参加一届议员选举。即卖有人要听你，啊，你的基本都向我85条，啊，敢讲我选议员绝对会条，我一定会想办法选条的。我若是无选条哦，遐尔侪钱的代志，我到底是爱伊还是唔免？那是因为你无希望叶少峰议员，啊，不过你爱说你，我最后叶少峰活了好好，啊，不过你的媳妇甲孙拢无去。你伤害别人，纠缠少峰，我顺便给你教示一下，你爱会记。我爱你，我就这做歹我这代价。讲遐代志，我会当斗相共，其他咱交予朋友来烦恼，一定无问题。不过我若想到讲家己的某家的手术台顶，我相信世界上无任何一个做红师哦，你袂紧张。我刚才是想要请你斗相共去考卷考点分，参加一届议员选举。即卖有人要听你，啊！你的基本都向我85条，啊！敢讲我选议员绝对会条，我一定会想办法选条的。我若是无选条哦，遐尔侪钱的代志，我到底是爱赢还是唔免？你想好想要回来，阮就是要回来，无你就安怎？阮每一位大姐，让咱送来遮食免时间，阮当然嘛要好好回来。你的性命就伫我的手内，只要我当一个枕头啊，阴嘛。你叫爱无？啊！不过你不爱好二嫂观光，那是因为你无希望叶少峰以外。啊！不过你爱说你，我最后叶少峰活了好好。啊！不过你的媳妇甲孙拢无去。你伤害别人，纠缠少峰，我顺便给你教示一下，你爱会记。我爱你，我就这做歹，我这代价。这个硬币就是我的代号，你马上就会当出去啊！出去以后，不要替我办代志，你就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